你看什么好大的勺子呢？你看，喜欢哪一个就拿哪一个，主动一点，不要老是要别人。喜欢黑的龙不就好吗？这么大。这是麦芽糖做的，你要哪一个就直接拿哪一个，往这。不粘牙，那个一点都不粘牙，这个有点粘牙。就你这个一点都不粘牙，所有的都不粘牙。啊，这个粘。这个粘牙。 Thank you.
可以了，转门了。嗯。这张真是，弯着走。哪有？啊，棉花糖没有，它都可以挑，凸鲜、简单、花式都可以挑，看看。来，小帅哥，你的了，宝宝。再来个哥哥的。吃不下吧。妈妈，棉花糖。哎，棉花糖没有，它都可以挑了，看一看啊。啊，没有，它棉花糖都可以挑了，看看啊。我去给你点那个就买上的是纯买上吃你吧也是。来小帅哥。好，等一等，手不用。蓝色给先。来来。多少钱？五块钱。等待啊，有等待的小朋友。哎，不要着急，你来这样比较好。我送你吧。啊，你送我吧。嗯，这方便的吗？爸爸，棉花糖在烤那个。来，烤那个方便吗？没问题，棉花糖拿着，谢谢。啊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好了，拿着。来，淡蓝色的。好，谢谢。好好吃，你发现？哎，那小鹿好看，就好，好看又好吃，回家喜欢吃的。来，不喜欢的来换的，没事，别给我搞断就没事。哎，你去拿，拿给粉给他们看，不喜欢的送来。好的。你看，可以了，也知道了，你把它拿一下，啊，可以了。好吧。嗯，来来拿一下就知道了啊。三个嘛。三个。嗯，三个三十啊。你上我一个，我再帮你上来，帮你把它给。他们不喜欢的这这。不喜欢再带了过来，小朋友你的了，看。咋卖的？有五块、十块、十五，跟着早先来，美女。有五块、十块、十五，跟着早先来，你早先。看棉花糖。那往身上弄啊，拿身上那个。棉花糖。棉花糖，你想要就是给他转，看一个啊。来。
谢谢，让他们谢谢。你们有牌的，你们家里牌子都没掉，拿回去。在哪呢啊？